那个人的思考，脑的思考，一个是这里的思考，一个是这里的思考。那这里的思考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快速反应的，好，这就是我们文献讲的作业。那这个是思潮，那你要丢一些问题给他，他好好仔细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那想这件事，那就等于是要让客户打破他原有的思维了，他才会去想。那保费的高低跟这边有关系吗？是这边，这边高低吗？如果说你今天要让客户很快速成交，但是用这边它反射式的好或不好嘛？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地方，让他好好想想，他保费可能会比较大，他当然要好好想一想嘛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讲是，是适合的。